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 Toys TV.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I am getting wild. 好啦，嚟到讲呢个啦，其实上应该上个礼拜讲咗，但因为真系篇幅太多，有人冇讲啦。一个1:12嘅特务啦，嗱呢一个1:12嘅咧，如果你同 Hasbro 嗰啲比咧，就好唔同，因为咧高度差距嘅，因为 Hasbro 嗰啲其实严格嚟讲系大只少少嘅，佢哋其实冇比例嘅，佢哋就系6寸嘅啫。其实好多你叫玩具嘅。的產品呢，其實我們都不用比例，是去到呢後期我們 collectible 呢，即去到威龍年代呢，將即 G.I. Joe 那個12寸公仔的玩法就用模型的方式去做，跟住就變成有比例了，開始其實那時候才開始有比例的，其實 G.I. Joe 那時候告訴你只是12寸公仔，其實我們一向都叫12寸公仔，就不是叫1:6公仔。好啦，咁呢個咧其實咧有塊布仔嘅，呢塊布仔咧其實嗰個袋巾啦，咁上次可能唔知點樣咩兵荒馬亂嘅時間飛咗出嚟，咁所以佢呢啲公仔嘅1:12公仔咧，其實會比較幼細啲嘅。咁裏邊咧提及到咧有啲咩咧，嚟個呢啲武器啦，今晚啲光線真係麻麻做得，因為呢個位原來係冇適合做，即係公應該啲產品要擺喺呢個位先有光。咁另外咧。仲有條咁嘅 belt， 其實呢條 belt 即係袋住個手槍套，即係夾喺個胸，同埋即係我叫架底咧，就綁住，咁就藏喺個西裝下邊嗰個帶啦。當然咧，原來呢個重點咧，其實有支輕機嘅。咁佢輕機咧有連埋咧有啲子彈啦，咪裝嚟彈夾啦、槍托啦。這裡呢度咧個槍托咧，其實佢自己裝嚟，咁裝嚟當然要小心啲啦。佢就唔可以屈曲噶啦，因為太細啦本身個比例。咁啊，仲有6隻手啦，啊呢度唔攞出嚟啦。咁啊呢度2個槍托嘅，咁有支手槍啊。呢個配件咧，呢一次咧就冇乜驚喜，因為純粹都係一個即特務嘅裝備啊。咁所以最緊要都係摩卡話齋嗰個西裝做得好唔好，禮服做得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光線問題我唔拉咁過啦。咁睇睇個樣啊，嗱個樣就好似喎。嗱呢個頭雕我做得幾好，同上一個有冇分別呢？我答唔著你啊。但係啲頭髮啲細緻度佢做得好噶，見到啲反光位即係做得好細緻嘅。樣啦，1:12嚟講，我覺得佢幾似嘅，同埋居民佢哋嗰啲上色咧，佢仲係用緊比較大量嘅人手塗裝嘅，咁當然係會難咗啦，咁但係佢可以做到比較再靚啲嘅塗裝。但係想講咧，其實好多公司而家都用緊 3D 噶啦 ，3D 編塗裝。咁居民咧其實可以好複雜嘅，即係可以做到好靚，好靚得嚟咧接近嘅，即係接近手塗，即係其實你。只要你嗰個稿做得好咧，其實佢就其實一點點編落去嘅，即係用 UV 一點點打落去咁啦。咁其實一細點咧，你打得密啲，咪換咗唔會穿崩咯。我記得早期有啲用 3D 編咧，佢啲點可能唔知係個編頭嘅問題咧，係好粗嘅，咁一出嚟就好搞笑，即係唔靚啦。跟住講曬就一點點咁啦。咁但係後期咧，佢越出越密咧，個密度越高咧，其實就可以打到好仔細。我想講好仔細，係仔細啱㗎。OK， 好，咁啊，呢只講完啦，已經幾快手。